不管胖瘦，每个人都可能是色狼的目标。所以大红帽老师今天要教大家一个小胖妹专属的防身术，拜拜蝴蝶袖。哦，我最近又 getting fat 了，要赶快去运动。小胖妹陪哥哥去兜风好不好？有色狼，拜拜蝴蝶袖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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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拜蝴蝶，飞吧飞吧！拜拜蝴蝶袖，攻击性强，属性肉搏，范围近身攻击。注意事项：这招虽然很厉害，但是要记得瘦手臂哦。See you， 台湾蝴蝶是国际知名的呢。